主公微臣夜观天象，见一将星飞逝在东南滑落，一分也夺之，当应在孙坚身上。天命不可违，我等良机已现。哦，果真如此，那如何才好？主公可亲书一封，求那原本初发兵相助。 元帅解不了，尽可即便书信送达，袁绍是否出手相助尚不可知啊。战阵之间，不厌诈伪。你的意思是，孙坚围城，他料我会向袁绍求救，只要派出一彪人马，多带弓弩，趁夜色突出城去。孙坚闻讯，率兵追杀，尾随而来。 那时将其引至城南岘山中，伏兵弓弩齐发，杀他个有去无回。孙坚一死，不愁襄阳之围不解。你怎知孙坚会尾追而来？主公，孙坚围困襄阳多日，久攻不下，自然兵疲将乏。主公不必多虑，东吴兵马远道而来，连日不胜，兵疲将乏。请看此图。 襄阳以南为岘山，此山虽不高大，却林茂险峻。孙坚弃舟楫而围城，先失地利，这给我留下了可乘之机。江东水军大帐依山而建，主公可派一员骁将自东门悄然而出，直奔岘山。孙坚料定是我赴冀州求救之兵，岂有不追之理？江东精锐。 不正在岘山之下吗？出其不意是兵法要义，只可孤注一掷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诸位将军，襄阳危在旦夕，谁敢担此重任？主公末将愿往。 襄阳安危，就系于将军一身了。末将舍生父子，赤报主恩。自古英雄能名传千古者，多为勇士。你有过人之勇，又足智多谋，只需依计而行，定会青史留名。请先生指教。你带五百军马，要选精良弓弩手，冲出城去。 孙坚必然引军来追，进入岘山之后，趁追兵未至，先分百余人上山，设下埋伏，再分数百人执弓弩，掩于密林之中。待追兵到时，你要轻骑就到，继续前行。待孙坚进入埋伏中，并弓弩齐发，得手之后，你便立刻放连珠号炮，城中自会出兵接应。 今夜乌云遮月，利于行动。你带快马弓弩杀出东门，不得他顾，直奔岘山。一律晋升。 好像有人马出城，站住！你等从何而来？好！
赵！主公，主公，何事？云主公，襄阳东门杀出一队人马，往县上而去。有多少人？骑兵数百，已出城而去。哼，定是去搬取救兵。都跟我来！将军，弓弩手埋伏停当。将军，江东追兵尾追而来，果然不出蒯良所料。有多少人？30余骑。速速准备，你二人随我行动。遵命。撤。前方何人？将军何必苦苦追杀？襄阳城内断粮，我等为逃命出城，休要诓骗，怕是去请救兵的吧？给我追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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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！撤！什么？你说副帅带人去追出城之敌？快，快随我来！是。主公，此时天黑临命，我看还是小心为好。不可让其逃脱。你等听着，我是江东孙坚，明日便要攻下襄阳。你等既然已经逃出城来，不如归降江东。我免你等一死，愿从军者从军，不愿从军者一律赏给良田耕牛，何去何从，你等早做决断。父亲，父亲。
孙坚愿对天请示，不若私藏玉玺，万箭穿身。孙坚已死，孙策还不罢手，皇族被擒，襄阳孤悬江边，我怕孙策会全力攻城。主公勿忧，我们手里不是还有孙坚灵柩吗？你是说宋桓失手与他讲和？主公可派人前去告知孙策，令其即刻退兵，如若不允，把孙坚碎尸万段，将其首级高挂城头之上，让其一世蒙羞。不可不可，孙坚虽死，孙策还在，江东精锐未受重创，何况有韩当、黄盖相助，实力不可小觑。这古人云，死者为大，父死子哀，人伦大义。再说皇祖还在孙策的手中，微臣劝主公当厚脸孙坚失守，静候孙策消息。报主公，孙策射来一封书信，快呈上来。是。
孙策想用皇祖换回孙坚尸首，两家就此罢兵。子柔神机妙算。非是我妙算，不过人之常情罢了。传令后连孙文台换回皇祖。是。给口水喝。哼，喝水？江东小儿敢打你爷爷？打的就是你。你还喝水？我要扒你们的皮，抽你们的筋。少主公，孙策，你若是知趣，就放我回襄阳；你要杀我，就想想你父帅之躯还在襄阳城中。要杀便杀，给我个痛快，不必渴死我。报，启禀少主公，襄阳遣使来报，刘表已将主公厚脸五十出城。拿水喝。父亲，您英明盖世，击董卓，下洛阳，威名遍于中原。今江东大业初开，您壮志未酬，英年早逝，孩儿痛彻肺腑。